原标题：二战中各国用过的奇葩武器，士兵都被蠢死了，敌军都给笑死了。二战是一次国家之间军事实力的较量，于是为了证明自己能力比别人强得多，各国纷纷开动智慧，创造了不少的新奇武器。可是人类一思考，上帝就发笑，这些人的创造力真的是让人笑死了。沙俄的原型战舰诺夫哥罗德号是沙俄的一艘重炮舰，经常有人